这道传统名菜啊，素材有2个多小时，现在呢，我把它浓缩成了2分钟，精华呀都在这儿了。制作夫妻肺片，首先我们用到的是牛腱子、牛心、牛舌、牛百叶以及千层肚，冷水下锅，放上一些八角、花椒、香叶、小茴香以及葱、姜、香菜。所有的食材啊，咱给它卤到8分熟后关火，这会儿呢在汤里啊，咱也加一点点的底味，让这原汤再去和这食材进行一个浸泡，这样食材可以更加入味。泡好的食材咱切薄片，加上一些盐、酱油，咱先啊给它入一个底口，另外放上盐、白糖、鸡精、酱油，然后呢在这汤里边咱再加上这个花椒油，咱用这原汤把它冲散，撒上刀口辣椒和辣椒油。所有拌好的食材咱装盘之后，把这原汤往上面这么一浇，您啊再撒上这个香葱、芝麻、花生以及芹菜，最后再淋上一勺辣椒油，咱这夫妻肺片啊就齐活了。